推荐给高中生？因为其实他的作品都非常的这个前卫，到现在其实你还可以看得到那种很前卫的感觉。像之前比较 famous， 当然就是《唐人街》，就是那个锥形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服装，然后唱的那种很疯狂的歌。可是我们这一次刚好在演唱会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想说做一些像平常这样子，或者可能胸前的一些饰品，可能一些锥形或者一些立体的形状。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要把它放在胸前好了，因为既然胸前都是这个大家的群众，或者看大家看到勾铁的作品，就觉得哦，那就是勾铁的作品。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锥形的，原本应该放在胸前，就把它放在肩上，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那种面的感觉。所以我其实自己觉得 fashion 就是这样，一直不停的在进步。那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 fashion， 然后重新把这个 fashion 变成新的东西，变成新的。所以其实今天来这里看到这些勾铁的作品，真的让我可以想到演唱会有进入一些新的一些想法，可以跟设计师一起讨论，一起画出一个更属于自己的 style。 那就是我觉得刚刚看到有一个部分其实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它的巧思其实用在很多人与人之间，或人与动物之间，然后的一些互动。像之前有一个，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是那种，比如说它有一个形状凹进去的，那这个形状是有意义的，就是要等另外一个这个表演者可以用很头上的一个图示，然后去把这个图形拼凑完成。所以其实如果说演唱会真的有像这样的机会，可以去聊一些新的一些图示，因为其实在这一次台北跟香港的演唱会接着下来，就会很多的不同会改变，那服装的部分也会去在希望可以拿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说现在会着手就是跟这个设计师一起讨论，希望可以一些新的东西。所以在台北场地里的话，所以你这样看完，觉得要安排是特别嘉宾，还是在服装上，或是在舞蹈上，会选择这样的特别嘉宾？因为特别嘉宾就一直都有在筹备，那也是希望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艺人朋友，那有没有空，然后就是也希望能参加到演唱会。但是在服装的部分，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在我演唱会上看到一些比较炫的，可能是一些灯光这个。服装里面要是照射出来，那这一次的话，其实当然在台北跟香港演唱会就会有一些服装上的一些改变。那这些改变的话，也希望可以更炫、更酷，然后带来一些更新的东西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就是看完你们的展览，有没有哪一个特别想要推荐大家，或是进去之后有没有特别想要了解什么样的朋友来，特别想要再来看？我应该会想要邀请清风吧，因为其实清风一直都是还不错的朋友，然后也是因为在这个表演的舞台上认识的。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艺术的东西，或者是在艺术上面，他在他的生命上创作上给大家不一样的艺术。但是我觉得像他应该也会蛮喜欢看像这样的东西，所以会想推荐给所有的朋友来，真正来到现场，你会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感受。那如果说是自己的话，我觉得里面比较酷一点的应该是，就是背后有一些图腾，就是它其实是早期就已经用我们图腾会的一个感觉，然后视觉效果去做那个图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先进，就是很厉害。那所以看到里面其实真的太多套，我们全部进去，很多套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回向这个话。